一星呢？还有，一星可以在那个一星比赛。欢迎黄磊先生亲自来到现场。哇，是。哇，真的没有人。这是特别他不知道，对，他不知道。哇。啊，磊哥，咱们稍微往前来一点啊！一星，咱们稍微往前来一点。嗯，这话说到一半了，咱接着呀。对，那个我代表他们几个来啊，那个先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那个刚才我在后边站着半天了，看那个大家对一星有很多的那个祝贺呀，很多的加油，一星啊！哎呀，我太开心了，因为我其实是第一次到一星的这个。活动现场，因为之前一星的演唱会啊还有表演啊我都没参加，没赶上，我真的太为你骄傲了，一星，你太棒了，太棒了，继续努力啊，对，继续努力，对。然后那个刚才人家这个导演组跟我说了，说你少说两句啊，说你说话说得太多啊，对，说一星现在成熟了，话也非常多啊，怕我们俩一聊聊一下午，一会儿聊到晚上天黑了，哦，天已经黑了，是吧？得冷静一点，那我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那个，希望一星的这个事业越来越好。我看这个名字叫事业版图发布会啊，这一般有版图的，他都是啊不得了的啊，有一定领地了啊。对呀，啊，他起码他是个大将军嘛，啊，是吧？但我挺希望一星啊，他事业不是一个版图，一星。我刚才听洪雷的最后讲这段话，虽然一星努力啊，而一星才华横溢，是不是？对。但我希望一星的事业不是版图，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好不好？你呢，在你的花园里面可以很享受你的事业，享受你的人生。刚才我跟你妈妈在后台还聊了会儿，你妈妈啊，就说了，妈妈也很激动。你妈妈最担心的。最关心的就是一心能不能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是不是啊？你的粉丝歌迷肯定是这么想的。如果有一天一心的那个微博的名字叫努力再努力改成放松放松再放松，好不好？一心啊，我就是代表几个哥哥来给你加个油啊。我先拥抱一下，我就下去了啊。这个是谢谢，然后我们再次谢谢黄磊先生啊，再替黄渤拥抱一下的。一共几位？咱们算一下时间。好嘞，再替小猪拥抱一下。那天我是跟他说么么哒，他还拒绝了，来亲一下吧。加油啊！谢谢。那个，你享受跟大家今天这个欢乐时光。